拍卖收藏有诀窍，陈笑请您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华老字号茂龙独家冠名播出的拍宝节目。那么在周末的晚上，我们来讲解知识，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那么今天请来的鉴赏家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的书法家，也是书画鉴赏家的金运昌老师。大家好，转眼啊又到冬天了，今年的冬天呢好像冷得特别早，这个好像立冬那天就下大雪了，是，不过没关系，梅花欢喜漫天雪，玉宇澄清万里霭，这个冬天呢有冬天的景色，是啊，没错，另外呢冬天呢咱们还可以多看点书，汉朝的东方朔呀，就曾经偷桃那个自吹，说三冬文史足用，说呀，这个因为古代是春天夏天秋天没工夫看书，得忙庄稼活啊，冬天看书，说我看了三个冬天，我的文史知识就够用了，这牛是个好学习的好时间，学习的好时间，所以呢咱们利用冬天这个伟在家里多看点书，多增加点知识，也可以这个在收藏方面呢少上当，对，多看书，多看拍宝节目，是吧？好的，好，感谢金老师。那么也是啊，少看点手机，有时候对眼睛不太好。那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开始要鉴赏。那鉴赏宝物啊，有专家鉴赏宝物之前呢，咱们先听听那个李然、李半章。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这位大叔，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一幅绘画作品哈。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呀，这应该是陈少梅陈先生的画，是吧？对。确实没看错，您这都写着呢啊。少梅画的是真好啊，您介绍介绍吧，这幅画是怎么到您手里的呢？跟朋友那买的。跟朋友那买的是吧？这画的确实是好。陈少梅陈先生啊，其实也是一位现代画家。对。大概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1953年去世的。其实陈少梅陈先生啊，去世的时候年龄并不大，大体可能就是40多岁不到50岁的样子。虽然呢他很年轻，但是在绘画上面造诣很深哈。平时呢就是画这种，侍女啊、美人啊，见长啊。您看这个画的是真好，这是一个梅花吗？这是开花了吧？对，开花了。梅花不是冬天开吗？梅花赶上雪中身嘛，下雪天最冷的时候，那个梅花才绽放呢。哟，那这姑娘身体够好的呀！你瞧，我在屋了，在屋了这儿也开着窗户呢。你瞧穿的也不多，好的这姑娘身体好啊，这不怕冷啊。画的是这么一副景致，姑娘啊可能是心里头有心事了，说：“哎呀，怎么还嫁不出去呀？”谁来娶我呀？这幅画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一个名字啊，叫大龄剩女的思绪。大龄剩女的思绪啊，就想什么时候我能嫁出去啊。挺好的这幅画。你要叫我看呀，这应该是少梅先生的真迹，而且呢还是他的精彩之作，并不是应酬画啊。陈少梅先生就这幅画啊，搁在今天呢市场价格应该在20万元左右吧，看看20万元左右，不知道当时您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价格啊。给您来红包，得您再来，好，谢谢。好，还是那句话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拍宝的公众号，关注拍宝的小程序，我们会在线上提供更多的延伸服务。好，我们开始鉴赏，有请第一位持宝人，有请。你好，专家老师，您别客气。应景啊，这是梅花吗？是梅花，没错。对，应景。少梅陈云章，陈云章，叫《红楼望梅图》。画的黛玉那是。来，有请金老师。好，这个陈少梅啊，可以说是京津画派的一位很传奇的大师，是吧？啊，那么他传奇呢，第一就在于他是天才。成名非常早，10几岁，可以说呢，就已经画到了大师水平。所以呢，这个他的画呢，现在在市场上很贵，很贵，很贵。
但这张说实在，您看挺好看的。这张呢，有样子，对对对，就是画的时候有样子，这我您就明白了，是吧？照着那样画，照着样子画，照着样画，照着样临摹，照着样画。但是呢，他的基本功呢，那跟陈少梅没法比。我刚才说了，这不属于灯箱画。哎，这个还不属于灯箱画。灯箱画，您说说是什么？那观众好多不知道。灯箱画就是用一个灯箱把那个把原画的样子搁在底下踏着，就跟描红一样。对，我这想法就灯箱，这还不至于。这张画呢，基本上就是照着临摹的吧，照着临摹，照一稿啊，有稿子临摹的。但是这个人呢，就是一个一般的画匠，不是多高的人。那什么时候临摹的呢？这就是当代现代现代临摹的，现代临摹的，就是字还不错，字有点样啊，这字学的够像。可能我估计这个人是专门做陈少梅款的，他可能是天津的，跟这个画画的不是一个人。那么这张就是一个现在临摹的仿品啊，这价值不贵，挂着也挺好的，正好冬天是吧？这应景，奖励基金得收回来。得，谢谢您参加拍宝节目，咱们知道真假了这张。谢谢。好，那么请金老师介绍一下吧。如果是这么大尺幅的陈少梅的人物真迹，那么市场价格应该怎么分析？80万到100万一幅啊，一幅。那它贵是金城贵吗？它贵啊，它比金城金北楼贵。它比金北楼贵。好多仿陈少梅的，是您仔细看，仿品永远到不了陈少梅真迹的水平。对，现在尤其是在某些地方，造的已经非常像了。像，因为都是也是大学毕业的什么的，这个。在仿啊，认真学过工笔画的在仿，但是呢，他那个比例始终还是像也不是正宗。还是贤弟您好啊，您好李，您是哪一年的呀？我83年的，咱俩应该差不多。咱们仿上仿下，对，80后嘛。您是东城西城还是北城？我是丰台的。哦，您在丰台。丰台南城。小的时候确实啊，都院里小伙伴嘛，对，撒尿和泥啊。对，那个时代就是感觉那个时候就是街里四方都有那种人情味，现在住楼房就感觉不到了。大伙儿，您比如说，对，你吃完饭出去溜溜弯儿，对，一聊天儿，对。后来上大学，您那撒尿和泥就不玩了。上大学还玩什么啊？看看您上大学就玩画了，玩画了。对，这个还没打开呢。板章哈。对，我觉得啊，那都保守了啊，这都不用打开啊。您看，因为您这个纸挺薄的。对，因为就拓了一层。哎，就是打这个，您看。书写习惯哈，用这个笔法这么一看，甭打开啊！我觉得这应该呀、是董老师的啊，贺家寿平老师的，贺家董寿平老师。对，咱打开看看啊！哎呦，没错，88岁时候写的啊，茶寿嘛，88岁。怎么来历呀？您这是？哦，这是我买的。您买的哈？价格贵不贵呀？还好吧。咱看了一下啊，苍蝇有力这字写的非白之术，您看多到位呀、是吧、这个真迹啊，这应该是董老的真迹无疑。写的这8个大字是什么呢？您看看呢。这个写的什么不重要是吧，咱刚还讲了歌罢海东色，诗成天改容。哎呀，你看你，我这刚要念，你像，你看你这，得嘞，说话说快了。好嘞。这个你再说一遍歌罢海东色，诗成天改容。哎，对，这出处哪儿啊？他出处哪儿不重要，他出处哪儿并不重要啊。这字儿写的没错，没错，没错。董寿平先生的真迹，有文化，有知识，有内涵。谢谢啊！这个市场价格呀，我不知道您多少钱买的啊。现在这幅字儿啊，市场价格应该在30万元吧？好，谢谢您，好不好？好，得嘞。咱们就图个开心嘛。没错，你来这儿，你没毛病。80后，你这玩意儿咱就高兴嘛。得嘞，谢谢。好嘞。您好，哎，您好，哎，好，这小伙儿来了，哎，您好，你好像是搞体育的是吧？对，金老师记性真好啊，是吧？对，举重的，没有，我记得那个陈老师开玩笑了，那个游泳教练啊，游泳教练啊，专门游潜泳啊。好，咱们看看今天您带了一什么样的书画作品啊？今天带了一张董寿平的书法啊。来，咱们请金老师来这个歌罢海动色。诗成天改容，这是一副对联，联语，这叫联语。
哎，这个唱完了歌，那海水都变色了，这歌唱得多好吧？没错没错，诗成了以后，天都脸色都变了，脸色都变了。说这是厉害，说这个厉害啊，对啊，这诗人太厉害了。八十八翁董守平，八十八岁写的。董守平假的也多啊。对，是长得特别多。对对，他的还有启先生的，然后都多。对，董寿平先生活了93还是94岁，这个基本上就是晚年了，晚年了。真假呢？你看看写的这个晚年了，真迹，真迹啊，真迹。为什么说是真迹？你说说。有鼓励，虽然是极晚年的作品，但是呢，仍然不失他这个大气磅礴和他这个鼓励，他这个节奏感。都很好，另外呢，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豁达、非常幽默，那么一个人，他一直到老都是那种大气磅礴啊，到哪儿画画拿起来丈二的，所以董老也是书画界的一个传奇人，对，没错，拿丈二的拿起就画，对，那都完全都是不在乎，也是一个领军人物，领军人物到哪儿这个。董老一来，大家就高兴啊，大家就这张画就能成。比如画家，比如要合作一张大画，说董老来了，那大家就踏实了。他一指挥，你画这儿，你画这儿，你画这儿，他就能成。啊，导演似的，就跟导演似的。确实，这个画大画就有一个中间要有一个导演，一个董老，一个许林卢许老。徐老，这俩人他有这个本事。书画界的导演，书画界的安排，书画界的满张罗啊，北京书画界导演了啊，书画界。那么这一件呢，一看就开门，大开门，大开门，而且呢，写的是一个晚年的精品，晚年的精品。那像这样的，大概有个2-3平尺，4.4多平尺，对，4.4啊，精确的算过，对，精确算过，都是钱实际上。那么市场价值怎么来评估？我想呢，应该是10到12万啊，10万到12万，也就是说呢，2.5万到3万一平尺，因为呢，这是他晚年的比较精的东西，比较精的东西，他的行气啊什么的，如果再晚一点，有的时候呢，他那个气就稍微有点不够，有的时候就字跟字之间有时候会脱节一点，这个呢就觉得非常完美。就教练能收藏这气够的真品书，人家练游泳啊也得憋气，非常完美，换气啊，换气，非常完美。然后就祝贺你，好，谢谢金老师，董兆平啊先生的大师真迹，我们祝贺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谢谢陈老师。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华老字号茂龙独家冠名播出的拍宝节目，那您介绍一下吧，因为董寿平先生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那么之前那个有一段时间呢，他的画作的价格特别高，那现在呢也不低，那比他画黄山是他最贵的，带色的是吧，色的，对，市场价格多少钱一平尺？大概得在20万左右。20万一平尺，对，这很那个竹子啊，竹子这个竹子梅花，那么大概是几万块钱吧，几万块钱一平尺。山是最贵，黄山是最贵，因为那是最拿手的，而且往往呢，都是要大作，都是比较大的，啊，它还有一个其实拿手的是松树。松树，他画这个巨松也是非常有气势的，人民大会堂就有他的松树。但是好像市场上少一些，市场上比较少见一些，市场上比较少见。好，这就是金老师给您介绍了董先生的书画市场的这个价值的怎么一个判断材料。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线上拍宝小程序，还可以打开微信，在最下方功能键发现中点击小程序或搜一搜，输入拍宝，点击进入，就可以随时随地跟专家互动，听课、鉴定、淘宝物，还可以参加藏品征集、有奖问答等各种拍宝活动，轻松扫一扫，惊喜真不少。这位，这是李老师您好啊，这位大哥是吧？是。您好，您好啊。呵，带来的是对虾哈、啊。对。还知道我爱吃海产品啊，对虾啊，正好是3对6只。这一看就是齐派风格呀。是吧？齐老师红花墨印。对。哈，那个画的好啊，后来也是衰年变法啊。是。啊。白石弟子，这后面我就不是特别能认清这字儿了。什么江？是吧？对对，有个江字。这个嗨，
不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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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都不重要。头头有，只要有白氏弟子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对对对，瞎话都这么好，是吧？我一看这个好像还是赠给王瑞年先生的，是吧？对，是我父亲。哦，是您的父亲啊？是。哎呦，那王先生看来跟这位白氏弟子应该是好朋友啊，有过合作，搞过戏曲节目。哎，那您这就不对了，跟您的父亲那是好朋友，怎么人家是谁您都不知道呢？我那时候没有参与，疏忽的，对，没有参与。这个我看啊，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您父亲是会长？不是，他是参与了这个协会的一个，应该是文化演出。哦，文化演出。组织了一个专场。这个那就不用说了，这是真迹呀。而且关键是呢，又见证了一段友谊。是，这里面还提到了我们国粹京剧啊、昆曲啊，所以我觉得这幅画我就没法估价，没法估价啊。应该呢向您表示祝贺。谢谢刘老师，好，谢谢刘老师。你好，别客气，来，哎，慢点，慢点，稍微大一点。对，哇，这一看就是棋牌，这写着呢，哈。白石弟子，这是人送给您的，是吧？这送给我父亲的。这虾确实是齐白石的画法，对吧？但是他也做了一些改进，就是他把这个水草设色了。齐白石一般不画水草，对，也不设色，也不设色，即使画也不设色，即使画也不设色。所以这个就大概是大师和小师的区别吧，对吧？那设色不好，我认为设色不好，因为这种水墨的东西呢，它体现的是这个墨分五色，你要通过墨的浓淡。把这种前后关系啊，包括这个水里的虾和草的质感，要充分的表现出来。哎，这高级，对，你也高级，你设了色，这就不高级了。这个作家呢，这个画家呢，我也不太知道，叫白石弟子，淡江传人，底下有两个印章，一个是赵，这是赵爷，一个是齐昌。赵其昌，赵其昌，赵其昌先生，我熟悉的是首都博物馆的馆长，以前的老馆长，已经去世的一位老考古学家，好像他不画画，对，也不是白石弟子，所以肯定不是他，所以呢，我也不知道这个赵其昌先生是哪一位哈，您知道吗？我也不清楚，这我连字都没看出来，这是送给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那这协会您了解吗？哦，不是，这是这个协会赠送给什么人的？对，这个协会赠送的。所以不管这个画家这个是哪一位，是吧？这个画的好与不好，就是您脑海中对这个赵其昌先生印象，除了那位老馆长肯定不是，没有什么太多，没有印象。所以呢，我也不好给这画呢做评论和估价。所以那图肯定是假的，因为没有人仿这位，对，不可能，董其昌是假的，而且人家是一个协会赠送的，一个协会送的礼物，对，不可能是假的。只是呢，我不了解人家这个圈子里的事儿，有可能是一位票友，就是真迹没问题。但是说赵其昌先生呢，咱不了解。好的，人家赵其昌先生呢，能画画的可能很多，是是。但是呢，人这份对您家人的情谊肯定是真的，对，好嘞，好嘞。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没法估啊，对对，不知道这位的，也不好估。真迹没问题，好啊，但是肯定不是大师，所以咱奖励基金呢两清了，好的，这不能收回来，因为是真的，好吗？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咱得知道了啊。好的，感谢参加采访节目，好，谢谢您，谢谢您。那么都说齐白石的虾，齐白石的虾，实际上咱们知道啊，齐白石的虾贵不过它的山水跟人物，那当然。那虾有没有市场行情呢？在齐白石的作品里，虾是最便宜的，最便宜啊，因为它一般呢就是不设色，这个画起来也比较快，而且呢，它名气还大。齐白石的虾这有个说辞，对啊，我给你买了齐白石的虾，齐白红的马，黄皱的驴，对，这有个说辞。那大概其平尺价格呢？平尺价格，现在十万、15万一平尺。十万买拿不到，得15万吧。15万一，怎么也得15万一平尺，四平尺60万。这个还得画的不是太好的，如果精品也得80万了，也得80万。那当然，齐白石的山水跟人物画的好的，可能得几百万。那就数一百万计了，那就数一百万计，甚至上千了。没错，这个虾是最便宜的，最便宜的。我估计一平尺在10到20万。10万到20万之间吧，根据画的怎么样的情况。好，这也是一种知识介绍。这位大姐啊，这大人啊，叫大人啊，这大人啊，呵，这大人真够亮丽的啊。
这个漂亮，哎，您就跟这人似的啊，都属于是漂亮人哈、啊。这我看了一下，这唐伯虎的这是，是的，是吧？是这落着唐寅呢，唐寅唐伯虎、啊嗯。您先介绍介绍这幅画怎么唐伯虎这么大名头的画怎么就到您手里了？是这样的，我、啊、表弟。啊、您的表弟，表弟，哎、对，有人给他介绍个对象啊，这个对象他本来就没相中这个对象，没看上人家。有人吧就说啊，他家呀，他的父亲呢、是专门收那些古件的，哦，书画什么的都挺值钱的。他爸是个大藏家，他也觉得对这些古是挺感兴趣，他完了就跟他来往了，来往就上他家去，哎，他家。我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嗯，这咱得批判一下啊。这表弟跟人家搞对象，没看上人姑娘，看上人姑娘他爸爸了，不是看上他爸爸了，看上他爸爸的收藏了，说他爸爸家里头净是好东西。后来说那我跟你交往交往吧，是这样的，有点这个意思。呵，这大人啊，完了是这样的、这事儿一般一刚开始都不能对外这么说呀。就听我说啊，啊，一刚开始有这个意思啊，有这意思就是、有这意思，没看人家看人家东西了。完了以后上他家串门的时候，啊，挂着一幅画。就是那个唐伯虎的 啊， 完了以后也不光喜欢画，后来慢慢相处吧，也喜欢这个姑娘了，最后，一直到现在呢啊，都是孩子都有了啊。不过咱们不提倡这个啊，不提倡这个，就跟有我认识一小伙子，哎，介绍一对象，说见一面吧，看不上人姑娘，后来一听他姑娘他爸爸是董事长。呵，马上同意了啊，差不多，马上同意，说，哎呦，我爱死你了哈、我就爱你这300多斤啊，你我就爱你这黑劲儿哈、没堆里都看不出来哪是没哪是你啊，人家姑娘又成了，你说这事儿，行吧啊，是您表弟啊，卧薪尝胆得来的，嗯，咱看看啊，行，但是我有什么跟您说什么啊，您说吧，这是唐伯虎的，但是呢，他虽然是唐伯虎的，但是呢，是木板水印。啊，木板水印，并不是真迹。嗯，哎，您看没有？这如果您现在要有这个放大镜或者显微镜，显微镜倒算了啊，就是有那个放大镜，您就细看啊，它这个画上去的呀、和印上去的呀、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印上去的呀，你就是看吧，就是我们现在老说您要马赛克，是吧？有时候像素一特别低了，您就看那人虚了，就上面全那叫马赛克。您如果拿那个您细看的话，这里面实际上就是那个结构。对，但是木板水印也有价值啊，也有价值，它可能没有唐伯虎价格那么高，唐伯虎没准能卖6000万，木板水印呢能卖6到8000吧，啊，6到8000吧。关键这幅画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嘛，是是是。啊、行，那给您来红包，谢谢谢谢谢谢。您好，专家好，哎，您好，您哎呦，快请坐，您这个，您这真精神啊，美女大姐又来了。我这个款儿了不得啊！唐伯虎啊，唐伯虎，您看，咱都说唐伯虎的美人嘛，唐伯虎这也老百姓的这口碑在论的呀。这是您收藏的？对，这是我那个表弟哦，表弟的他那个对象的，对，我听见了。那您表弟到底是为了张画娶的人家呀、啊？还是真有真感情、哎呀，后来真感情，前面有点投这个他的老父亲、老丈人是个收藏家，是啊，对对对。当时一听说家里有这幅画，搞对象正同意了，就这就这个，这画立功了，立功了，不错，这以书画为媒吧，来有请金老师，对，叫真迹了不得了，对，这个呢，首先说呢，这不可能是真迹。如果是真迹啊，这画主就不能在家待着了，就得进去了。为什么呢？这是上海博物馆的藏品。这件在上海博物馆馆藏，而且是馆藏一级品啊，馆藏一级品。这个能出来吗？对吧？他要出来就得有人进去了，对吧？这假设这是玩笑啊，但确实这张画的真迹是在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实际是上海博物馆。委托朵云轩，制作的木板水印，木板水印，木板水印，但是呢，印得非常好，印得非常好，您看，基本上您都看不出来印的痕迹，就像画的一样，就唯一的一个毛病就是图章平，
对吧？而且所有的图章都一个色儿，对对吧？没有那个印泥深浅变化和着那个印泥渗入纸中的那种痕迹，因为这肯定有很多人有过鉴赏章啊什么的，对，他用的不是一种印泥，也不是一个时间盖的，对，但这基本看着一样，看着都一样，看着都一样，所以呢，这里这个画里边最大的毛病呢，就是这个图章。那这张是圆大吗？问是圆的。就是按原件原大，按原大，基本原大吧。那我也没细没量，我也没量，基本原大。我印象中这画并不大。展出嘛，还要展出，咱展出，还应该去上海博物馆看。展出，您上网就可以，这看得见，这是很有名的一张画，很有名的，他的馆藏一级品。就唐伯虎这个人，他画美人，好像大家觉得啊，这个人是不是很色呀？老画美人，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他画美人都是有所寄托的。像这张画。他画这个美人是什么呢？这个叫秋风完善图。诗提得好，秋来完善何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事情仔细看，大都谁不逐颜良。就是说呀，秋天来了，夏天用的扇子，应该收起来了，用不着了。这个家人就很感伤，为什么感伤呢？说，哎呀，人家都是大家都是世态炎凉啊，意思就是我就像这把扇子一样，被人抛弃了，刀枪入库马房难，被人弃置了，没用了。这个人是谁？有实有其人，这是汉代的一位妃子。叫班婕妤，班婕妤，有过那么一位，班婕妤，班婕妤是个文学家，是会写诗的才女，汉成帝非常喜欢她，封她为婕妤，可以说是宠冠后宫，但是呢，后来来了赵飞燕姐俩，她就失宠了，就藏了，她失宠了，而且呢，这个赵飞燕姐俩还迫害她，说她跟许皇后两个人合谋，说诅咒我们。结果呢，她好容易把自己变白了，她就要求我啊，皇帝，我不在您身边了，让他们陪您吧，我去伺候老太后去。她在伺候老太后的时候，当然心里不能没有感触，是。他就做了一个宠爱，就做了一首这个叫完善诗，完善诗不是这首，它是另一首五言的完善诗，跟这个意思大家可以查一查，跟这个意思差不多，是，所以呢，这是画的班婕妤的故事。那么这个木白水印的这个作品是什么时候印的呢？这个大约就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也得三四十年，也有一定年份了。不过现在这个很受欢迎。不断在印刷中。您要是上淘宝也有卖的。淘宝卖的是新的吧？是新的。是。那像这个三四十年的，淘宝卖这个跟这一样啊，就是也是裱好轴的，三千块钱。哦，也不便宜，三千块钱，就是这个朵云轩的旗舰店。那朵云轩旗舰店卖的三千。咱成广告了。那么三十年的这个呢？多少钱？三十年的应该加倍，稍微多点吧，就是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我觉得大姐这不在于多少钱，您回去跟您表弟说，就因为这张画而两个人结了缘，是吧？是啊，人家恩爱一辈子，多好啊！得了，别着急，我因为这张画我们见到了唐伯虎的真迹的样子，而且您这来让我老想起故事跟三笑似的，跟唐伯虎点秋香那个。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再给您一份宝物奖励基金，谁要是国粹的，有点意思。好，祝贺您。谢谢。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线上拍宝小程序，还可以打开微信，在最下方功能键发现中点击小程序或搜一搜，输入拍宝，点击进入，就可以随时随地跟专家互动。听课、鉴定、淘宝物，还可以参加藏品征集、有奖问答等各种拍宝活动，轻松扫一扫，惊喜真不少。好，您特别注意啊，现在有的作伪之人用木板水印上头再加点颜色，然后仿真画，对啊，在市场上蒙人，别打眼上当啊。好，我们再发一份宝物奖励基金给今天拿来宝物最好的藏友。教练的那个，董寿平先生的草书书法，特别开门啊，我都听到了这个教练高兴的笑声啊。好，
那么祝贺这位拍宝节目带来知识，带来唐伯虎，带来董少平的书法，带来好多名家字画的知识，您就关注看吧。那么冬天适合学习，适合看拍宝，是吧？三冬文史足用。你看，好，也感谢金昌老师。我们再介绍一下拍宝节目的首播时间，每周六日晚上的8:40，不见不散。下期拍宝节目。